在古时候的日本时常会发生战乱，那时候出现了两个和尚，两个和尚出世都是贵族，一个是王室的王子，一个是武士家族的大儿子，因为战乱而逃命的两位母亲啊，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儿子，因缘之下两人竟然安置在同一个寺庙保命。战乱已经过了数年，国泰民安了，两位和尚在同一个寺庙成长成人，两人也成为了真诚的好友，但思维却是一个天一个地，一个静悄悄自己一人练刀练剑，一心只想报复，另一位却选择宁静修行，舍弃过去，一心只想帮助更多人。有一次，一位流浪的武士想奉劝王子重新崛起，但是王子一直果断拒绝，不想破坏现有的平安。可当他遇见武士家族的儿子，就只需要一两句的奉劝，就成功拉拢了他，成为了一分子。王子得知好友要乘船逃跑，选择报复的路，马上赶紧一同上船，想尽办法要他舍弃这种愚蠢的念头，避免战乱危害无辜的性命。虽然经过王子一段的金玉良言，但是内心的他还是很想要报复，无法放下，他就一手推王子下河，还选择回归到报复的路上，跟随着流浪武士离去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就如这两个小和尚一样，有人一心只想修行，有人一心只想报复，有些想过上安宁的生活，有些积极想改变命运改变生活，有些觉得外面的一切都是骗局，有些坚信外面的一切都是机会。那么有对有错吗？其实没有对也没有错，因为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志向，自己的兴趣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各有志。假设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察觉到自己的方向有错误，能否选择回头呢？其实是可以的。就如选择报复的这位和尚，因为选择暴动报复，最后失败下场，后悔莫及，差点还损失了自己的性命。他选择回归到自己成长的寺庙，和好友一起好好的修行忏悔，重新做人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很多事情都需要经历过才得知自己所选择的是否对或错，一切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协助到你，我们一起加油，记得点击关注。